都说什么美女给你一件什么什么玩意儿的，我当时也是很无语啊，我就心说那你要是大的技一个术节俭。过关的话，我就当你就是无所谓了什么之类的，Hello。然后 就很挺尬，就挺尬的。然后呢，他上手开始给我按了，他按了前三下，我就给也整无语了，因为我跟他说他不是那个指压嘛，他是那种指晚压，上好呀。结果呢，我就跟他说不我说你开不要太用久这种吧，指压，因为我怕痒，感我说你用觉这个地方压，自己它今不天特疼。别肿。然后哈哈。他就脸按好久没有那么按的软按过到什么程度呢？但凡学过按摩的人，他必不可能按这个程度。我当时好几次想张嘴今天问很他，好看吗？但我我们觉得家我是今天不不是太有好人看的按原因摩是的，临我时的，可拉能我过眼来妆没眼线太往上挑了，然后又梳了一个马尾，拽得我脑袋往上吊着，你们能懂吗？真最后的，眉我当毛也时都被无拽语起了，来我了，好几次想张嘴问他，就但我眉就觉毛得也人也起是来有的。那个什么有自尊的，我又打架了。人也是有自尊的，我寻思不能这样，就是伤人自尊了，对，万一人家是扎一个得太新手，紧了。然后本来就需要鼓励，我当时就这样想，但是凭所以什我么一是直我觉呀？得凭今什天么没我有昨看天上好人看家的已原经因是，是因为今天的眉毛也没谢怎谢么谢谢。画吧。然后我想吃个冰我淇就淋。没说了，但是呢，他按的呀很轻柔，很轻柔不说吧，他还来问我这个力道行吗？你觉得重不重啊？忘了，我当时，唉，放我太当时久化愁的掉我了。一个劲儿的。然后呢，完蛋了，化掉了。他给我按，真的就轻到什么程度？接着点。你们有没有尝试过那种完全不会按摩的人？你嗯。跟他说给我摁两下子，就我让黄花棍给我摁过两下子，他还不如黄花棍呢，真的。真的。嗯，那个就是专业按摩的人，你知道吗？气得我一直在发出那个这种声音，因第一个为冰淇淋。他逮着我这边肩膀就这一看，个我位这置。这个就是我之前我不说的是那有个50分钟还是60分钟嘛，他就这一个位置领按了带，二是十我分自钟，己系的哦。20分钟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可以按按别的地儿。啊，化掉了，果然应该放进对，冰他还以箱为的。自己劲儿大了，他是男的，他以为自己劲儿大了，然后开始说那个。我说你可以再使点劲儿，他说啊，我还以为我按的太重了呢，然后他就开始吭哧吭哧使劲儿，使了也就有5下，又回去了。我就过了一会儿之后又问对我啊，这个力我气才行知道，吗？大不大呀？这两个可我以后搭来在一实起在的。是忍不住了，你知道吗？我说感觉今天运动会真的，我说大还行吧，我说那个可能太久没参加了吧。我说是个女技师，能比你强点儿稍微。累倒是不我累，能当时感觉到他尴尬就的是沉很默困。了，我当时也感觉到他尴尬的沉默了，说实话。然然后后。呢，他就说，再加上那行，那我使点劲儿吧。然后他又开始吭哧吭哧我一按，直做就得你很能感觉到直，他就的努是力，尽但量是是一真直做不得很会，直就是吧。那种越按然后摩他越没有急靠眼背，的我那的种腰动就作，很痛。我就很烦，烦的我一个劲儿的。然后呢，他突然说，你是不是我按的你不舒服啊？我是那种他说要不然我给你换个人。我说你都按到这儿了，按这可么长时以间走了，路走很久，但是不能我还坐怎么着或换者站人？着很久的。他说可以换的，可以换的。我说行，那你给我换一个来吧。然后人家就用剩下的20分钟，咔咔咔咔我今天咔咔咔，看少数跳快亚特刀兰斩蒂乱斯麻，看三哭下了。五除二给我按的很舒适。就你一上手你就啊，知拍道了了，我全程啊！哎，是这么回事儿。谢谢我捡瓶去了的你懂用不来懂？发电。他不是，我觉得他不是你以为我疼所以轻的，因为他会按摩的，他轻是轻，但是很难受。他不会这么费，你们懂不懂？他不单是轻，他是又轻又费。因为这首歌，我是小树的粉丝。这首歌，我每一次只看他一哪个有人。点儿呀？他还没按到点儿上。我说那个疼的地方你给我按了行不行？他今说天也只哎看呀，他都一是个人。你不是说你不要那个指压吗？哦，我我想喜按欢是他不跳这好，首歌的感怎么觉。着的？我就心说有这么难吗？我也不是没按过摩，你糊弄我，没有什么点，他就就在我肩膀之这个地前有方。一次闭肩五膀你零，们知道还不会有。有几个点是特别疼的那种地方吗？这几个点他一个没挨着，
按那二三十。之前很多次在公就是公演上有跳这首歌吧。然后还有一次是我们彩排的时候，他们跳这首歌。他就是那种，我是在只有这个地方，我是在就是手掌，你懂吗？粉丝的角度上看的，因为当时就类似于公演那种感觉，有灯光，然后有开场那个音乐，然后我就从头看到尾的这首歌，就盯着小树，因为我很喜欢他这首歌，他的手很有意思，我每次都模仿，他就是指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往前指。然后等，就是他每次抓的时候，他的手就是这样子抓的，你们懂吗？别人可能是拳头，但是他这样子，他的手是这样。我每次都仔细观察他的手。嘛呢？这个你们知道为什么喜欢吃这个巧乐兹吗？因为它里面有巧克力，一块一块的。你把它放在里边了。因为它化了，它完全化掉了。给我尝尝那块生。那块巧克力。花生。哦，花生。买了一个花生，我就是那种喜欢吃这种坚果类的。谢谢水煮的玫瑰花。啊，巧克力吗？我一般吧，不是非常喜欢吃巧克力。小的时候喜欢啃那种一大块的那种巧克力，现在不是了。说实话，今天看亚特兰蒂斯的时候，我都想哭，特别是看着小树。小树今天跳的和他之前跳的不一样，被我发现了，嘿嘿。就是他之前做这个的时候身体会往后一下，他今天没有动，他今天就这么做的，被我发现了，哈哈，观察仔细吧。妈的，本来就掉毛子，你现在没说啊。滚。别怕别怕，不要怕，你打架会把毛薅掉，毛都一团一团飞起来。那是 HXA 一叠，今天玩那个抢凳子太可惜了，我根本没有抢到，因为人太多了，一跑我就，哦，而且还玩那个躲避球也是。感觉还没有玩就结束了，而且今天我一直很苦恼的就是，哎，赢吗？帅不帅？一般帅吧，也就一般。我的脸上不知道哪里有毛毛，然后又很痒，然后让别人看又看不到，最后怀瑾终于在我脸上找到了那根毛毛，哇，真的跑来跑去。谢谢 YHB 五月要努力的夜蝶，给我吃一个。不好吃，不好吃啊。嗯，也不知道，大家说点了吃的，我想着可以一块吃，但是我想不到我要点什么，总觉得大家点外卖，如果我不点一个，万一吃太多了给他们吃完怎么？什么呀？哦，真的疼，但是看起来感觉像都在里面。躲避球的时候没有被砸到，他们说我这么躲的，你能懂吗？是这么躲的？不是，你是这样子的。你模仿啊。怎么模仿？哎。没有。就是这样。我才不是这样子呢，我的动作，我记得我很慢的。没有，你就是，哎，就这样子。真的吗？对。嗯？你就像那种动画片里边的那种火柴人。我怎么不记得？反正我感觉还没有玩呢，如果下次还有这个话，我要当外边的人，但是当里面的人也很快乐，但当外面的人，如果没有人传球给他就很无聊。嗯哼哼。
如果可以接沙包的话，可以积分的，我就喜欢当里面的。如果，如果是，对外面的外面的球需要捡球，所以会有点累。其实我跟你们说，我们彩排的时候，我以为这个游戏我玩不了，因为哦没有东西，因为就是我们砸的时候嘛，我站在这里，然后我看着小马拿起了球，就对着我，小马这样，他嘴这样，然后表情这样，然后我当时那一刻，我想完了，他要扔我，我知道了，我怎么办？这一幕在你心里永远就是他。对，这一幕在我心里永远，因为他那个表情，他那个上扬的嘴角和那个凶狠的眼神，被我记录下来。我当时就，我就这样子，然后被砸到了。根本没有躲，根本没有躲，因为被他的表情吓到了。然后今天我在上去的时候感觉，明年没有害怕了，我不会害怕了。哎，明年躲避球和射箭合并成一个项目，躲避箭。躲避箭。今天感觉没有很吓人，因为我每次感觉别人要扔我的时候，心想完了完了，他要扔我了，他要扔我了，我要不要？我要不要闪到一边去呢？如果现在闪的话，那会不会刚好砸中我？算了，我就站在这儿，让他等他扔我吧。然后我就等他扔我，等他扔我的时候，我发现哎，还好球不是很凶猛，我就一躲就躲了。头顶苹果，那必须这个人得让张火警来。其实我心里想的是这样子的，我心里想的是我离你，你看我离你这么近，你又看起来那么好扔我，既然如此，这会不会是我故意这么做的呢？所以你还是不要扔我，去扔别人吧。我今天就全程这么想的，因为每一个人准备扔的时候，我都离他很近，然后并且我没有躲，我就等着，我就站着等他要扔我，然后我心都在想，你看我离你这么近，我这么好被扔到，那你会不会觉得我故意的？你不要扔我，不要扔我。但是他们还是会扔，所以我就躲了。两三把，我的圆圆的，还有。苏珊珊的，对啊，我就是这种，因为我觉得越近说不定越难扔到啊，因为很如果近的话就是比较好容易接到那个球，但我不敢接，因为接球很容易自己死掉。苏珊珊第一轮对像他们在后面，我这样就会少紧张一些，如果没人跟我说话就很紧张，不过也是因为他们在后面，我的表情就会变得很狰狞，因为如果没有我熟悉的人，我就会一直表示这种，但是一旦看我熟悉的人，我就哎，好可怕，就变这样子。对，我们那个球比较轻一点。抢凳子，我确实没有参与度，我的参与度都在，我以就是。它中间不是有椅子吗？旁边也有一圈椅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内心就想着要赶快跑到里面去抢那里面的椅子，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跑进去了，我一看我跑进去那一刻我转了一圈，心想哎不对呀，这个里面的椅子好像是之后再抢的，但是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椅子了。就之前里有人说我心态好，张慧吧，是张慧吗？但是还好，那只是就是先试一下，并不是真的玩，当真的玩的时候，一群人抢一个椅子，我刚走两步就停下了，因为我知道我一定抢不了。我是那种那肯定对，也有可能是跑太慢了吧，假装没想到。说实话，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厉害，哈哈哈哈。哎呀，完了完了，鼻子上又有毛毛了，哦，找到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我当时真的想着我自己走了。对，我，以为被吓到了，还行吧，有一点点，因为大家跑得太快了，我还就是我离椅子还有这么一大段距离的时候，大家已经趴在那儿。是考试，我不适合，我考试不行。我觉得考一个打一个。
第二名牌牌，第二名盆盆，第二名盆盆，你们那个吧，你们给我拿牙啃一个吧，啃一个盘儿给我。啊，鼻子好痒痒。明天梳什么头发呢？今天那个奥利奥，不是奥利奥，马里奥，马里奥那个帽子好难戴。因为他心态变化很稳不稳。奥利奥啊，不，马里奥，马里奥那帽子太大了，戴上去人很傻。然后我当时，我今天走在楼道里的时候，就是。看到了林楠，然后他因为他们的衣服嘛很好看，然后我当时穿着运动服，刚戴上那个很大的那个绿色的帽子，走在楼道里碰到了他，我没有忍住，对他全程笑得很开心，一直盯着他，他在这儿，我在这儿，这样走走走，我一直全程在盯着他笑，但是然后就这样走了过去，然后他看到我在对他笑，但是他可能心里想的我应该不是对他笑，因为怎么会有人莫名看到那一刻一直对着他笑走过去呢，一定很奇怪吧。我内心很丰富，但是我是因为我没有忍住，因为我当时心里在想哇，我跟就是我们的衣服跟人家怎么这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的钱都拿来可能花在那个小车车上了，多余的心情做表情，那个小车车呢，不是说给我们了，你没有拿回来，啊，我骑车没有摔啊，我骑车骑得可快了。如果大家都认真骑的话，我可以超车超好几个了。可我可以骑着那个车去取快递呀，也可以去接水。哦，我那不是停下来的时候差点翻了，是我要挪位置搬那个车的时候，那个地板因为它是那种的嘛，然后。给顿了一下，对对对，还是差点儿吧，但是我觉得啊，体操，我觉得竞技精神还是蛮重要的，所以不太想要用今天，今天说什么那个体操有那个那个，但是棍儿。一个棍儿的叫什么来着？我们队就是也是玩儿嘛，就是觉得。我其实很想参加拔河。我们队有一些项目就真的蛮烂的，烂到就算用了卡片也无所谓的那种。哎呀，所以大家就觉得，哎，那就玩儿吧。嗯。嗯，没参加，因为当时就是先紧着没有项目的人来的嘛。而且其实一些真的有反转作用的那些，拿报告给医生看，也没有用，我已经忘了这个事儿。我感觉还是要尊重大家的那个，就我们队的人都这样觉得吧，都觉得还是要尊重大家的努力啊，比赛成果这些东西。等那个什么吧，等我。反正这段时间就是握手会之后，然后5号之后吧，公演。结束之后休息的时间应该还蛮多的。抢椅子的时候我赶紧跑了，我当时第一把以为就是他那个音乐不是停了，但是默默其实没喊停，然后他抢到，我当时以为我没抢到，我很开心的往回走，结果发现我都快跑到座位上了，结果发现他说没有喊停，然后又得重新跑，然后我又玩一次，没想到我又赶紧跑。我发现我每次都会把就是错把别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笑容以为是在对我笑，导致人就很尴尬，因为我别人一看着我笑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你看着我笑干嘛？结果发现人家不是看着我笑，哈哈。主要是我当时没想到，我不知道我快趴到谁身上了，可能是高野义吧还是谁，反正我看一个有点绿的头发，然后我就想这可并且人家没有听到我在问他这句话，于是乎不小心。迎面，所以我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为什么我知道错了。因为如果别人一看我对我笑，我就会觉得哎，怎么了吗？结果人家越过了我，看向了后边。哈哈，还有的就是，还有的时候还今天还有一个是这样子的，
我坐在那里看着另外一个地方，混乱。其实我是在盯镜子，但是那个人以为我在看他，然后对着我笑了一下，然后我心里在想怎么办，我没有在看他，算了，假装没看到吧。好尴尬呀，我赶快去干别的事儿了。很好，这个运动会还拿到了一双鞋，其实我们那个是没有鞋的。哎，就我们那个少一双鞋。确实，就是、但因为我很怕，万一人家不是对我想的，因为我就是我误以为的这种太多了，所以我就心想啊，哎呀，肯定是我看错了，但我其实心里知道我没有看错，但是我就会给自己一个解释，心想，你可能以为错了。但是要让我为了一双跑鞋去跑步，嗯，我也不愿意的。我说的，那双鞋可能那边，你说的是，我说的是成员。不是，当然不是。我说的是成员。是我配不上他，主要是因为我个子比较矮，我就是我人要垫那个增高垫，你知道吧？但是我那个鞋它太我薄了，底太薄了，没有办法垫增高垫，我就不想穿。谁呀？下饭了，来了来了。在直播。我想吃。那我下去盯那个了。我也要盯什么？我去盯那个龙虾。张怀瑾把你们送到了我怀里。三楼上也能去啊，龙虾，你买的？疼疼疼疼疼！这个什么声音？哎呀，我全是疼的。嗯。哇天哪，这个鸭子硬。没事。你们先坐着，我去订。我要吃一个麦丽素。手机支架吗？老刘。多的手机支架吗？老刘。有。刘叔先有。有这么多呀？还有多的吗？这儿有一个。榴莲粉丝大家好，我是他爸爸。刘若瑄粉丝大家好，我是他爷爷。然后那个张怀瑾脸前有一个。等会儿。还有哪儿？我不是。你是他爸爸，他是他爷爷，那你就要喊他爸爸。他占你便宜。当他爸爸的，当他爷爷。我允许。哎，应该还有一个，那个在哪边啊？还有一个去哪里了？不能跟我们显宝没有得用，跟我们显宝用这个。嗯。没有那个吗？谢谢，帮我拨着，我去那个。大家好，这里是一个代班，辈分最小，代班那个主。才不是，这里面有辈分最大，好吗？我脸圈呢？但是如果这会儿那个，大家那会儿如果看我们队那个主持人刘贤想看的话，可以在那个转头张姨那。鬼哥，大哥，叉叉张姨，你要没有手机支架，你给我个杯子啥的靠靠也行。你脸圈有一个呀。我脸强，我想把每个人先排列出来。这个是，但这个换会儿也在用。没事，你给他拿了。我还没有排列完呢。看不清脸吧你们？我感觉我这边。OK。啊。不行，我现在算比我吃数小的吧。你可以叫建国吃晚饭而已。比我吃数小的。我去，这个东西有点高呀，怎么把它怼开？比我吃数小。谢谢。哦，先辈的解忧小熊，谢谢嘉兴路臭干子的奶茶。等会儿啊，我调一下这个手机支架，我不会调这个东西。是的，你们在杯子里面。今天的发牌多久了？哎呦，对哦。过期多久了？你们在杯子里。25，24，我忘记了。凑合听听吧，这已经是刘若瑄能给你们找到最好的规矩了。今天多少号？今天是1号，1号的话呢就是25。那应该是24。24。反正我回来我再播自己的吧。给你们聊会儿天啊。这东西怎么搞？对。我黑了，我的脸黑了。我不会弄这个。各位儿媳妇们。有人吃这个吗？各位小儿媳妇们，我真的不会弄。我觉得这个外面的巧克力，救命啊！不是巧克力，就是它外面的这个东西。很高兴，你们算了，把我不要手机支架了。小刘照顾得很好。刘若瑄今天太帅了，刘若瑄今天帅死了，帅死了。你在杯子里，在杯子里就有点杯子里面的自觉，不要再拿我好了。你确实是在杯子里。我更喜欢吃里面的东西。这个光还是留给画画吧。
不是什么？你不要，我不要，因为他打在我脸上很奇怪。那我要，我需要。谢谢魔方的奶茶。嗯、门口儿、哦，谢谢一串字母的奶茶，谢谢活的茶，谢谢阿鱼不想画图的奶茶。嗯。你们要不也给我个杯子？你们喝过这个吗？这个东西是我在我的，就是我小学同学家喝的。就是啊，叭叭叭，那个一顿狂抽，以后他会紧张。对，这边是顶光，所以显得人丑丑的。你们所以他射箭的时候，我们都闭嘴，射完一箭，我们都。这个就叫做嗯嗯，不爱如山。就是里面有花生，所以买的这个。你磕什么？哎呦，这不赢什么？哎，就玩儿。暖宝在叫。哎呦。嗯，这边光线好多了。我是。你们房间好热呀。我是年轻时候的。谢谢布丽妮妮的奶茶，谢谢黑茶的奶茶，谢谢是用完的奶茶。对，因为我那个朋友，刘小美同学是小刘福建的。能靠住吗？我播到四十就不播了，刘小美同志们。谢谢浪浪的手工拉面的奶茶。刘小美，这是不是现在是是？哎，这流量大飞。这个洗一洗会变成玫瑰金色。大家好，我不是，我是。今天早一点。你离我远一点好吗？你这样我没有。刚看到甜甜把妆都已经卸好，都敷上面膜了，她简直就是我的。串字母的奶茶。她是我的什么？就学习对象。辞别了父亲母亲那段时间的。谢谢 baby 的外乡人的奶茶，谢谢大众编号一七零一号。什么？放在这边吧。后面是我们贤儿。贴章的那个。我们贤儿。嗯，放着也不好看。嗯，都不好看，就放这吧。这边是你们爸爸。你走开啊！他好烦。对。这边又是瓜茶的。但是你知道吗？但是。他那天主动跑我腿上，然后缩缩起来，我当时心都化了。我也想吃一口。对，刘若贤去给你们盯龙虾去了，你等会儿嘛。不是为了给他带播，知道吗？朋友们，刘若贤朋友们，礼物给他刷一波。快点，让他回来看见，至少我又在帮他，我又在帮他营业。这个衣服599呢。暖宝的两根胡子是黑的，其他的都是白色。我会带他感谢你们的，他现在我会向他转达，不会那么容易挣扎了。对呀、啊，不会的。没在北京，我在老刘。有没有觉得刘世贤变嫩了呢？因为我们等会儿等着聚餐呢，老刘去做龙虾了。刘世贤，谢旺旺，谢各位，长了两个蝴蝶结。他回来的话，我一定会转达你们的思念与爱意，就是主要是。这个是什么？刚好天啊、哦这个，我有在帮他营业，我有在帮他工作，我在帮他上班。蓝色的了。但是你们有没有看我发的抖音？我觉得我现在更的好勤快呀，没有想到，简直不可思议。刘轩什么时候回来？嗯，什么什么是个别致？你说耳朵这个吗？耳朵这个？大家在各自耳朵这个是个就是耳坠呀 ，B 站吗？B 站还要再过段时间吧，所以因为 B 站它需要剪的东西太多了，我最近也没有什么拍的东西。最近没拍啥。今天没有拍素材，因为跟我们说，如果看到了拿了手机就要扣三个月的钱，不好意思，我冒不起这个险。我头的表情包，你知道很搞笑。别说了，如果你知道，我今天因为太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结果百姓鱼两个人，因为我们倒下之后还没有松手。结果我刚进屋子就碰到了叶总，叶总问我你怎么回来了？我们宁死没有松开。我不敢说我想回来休息，我就说倒地之后还在地上，我就说我回来补个妆。有过第二年发火的就特别。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说就是说这个应该没有人信，因为我的妆非常完整，我说我回来补妆，然后可能一总相信，他说运动就是要汗水，补什么妆，然后就是我就说然后就接着补妆了，嘿，我就假装在那里补一下妆，但是我就是想我就一下，而且有点饿了，想吃点东西，我总不能说我饿了吧。老刘不在。要
要跟你们说一下，这次握手会我新买的。于是柳小美宝贝，因为握手会于是很那个的就是这个衣服。暖宝一直在看我，我在屋子里待了两三分钟，三四分钟吧，我心想那上就是过去吧，然后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又碰到一种了，他说明明就是在后面，不能就是意思就是不能再看到我再过来一趟，我说行，没两分钟我又回来了，因为姐姐叫我，我说哎，然后叶总说怎么又回来了，只需要穿着外套就行。里面的我可以穿过，我看我到时候我现在就是有事儿在犹豫自己要不要开个直播，我说可能一会儿还得再见面吧。你不是嫌盯着龙虾要盯那么久吗？三一九的全照盯的吗？果然没错，过了一会儿我又和叶总见了一次面。对啊，我刚刚去拿外卖去了呀，见了好多好多回。我叫了鸡，牛鸡，到时候大家一起吃。就是那个什么瑶，那只是阿姨建议，但我穿不穿？我一直说想吃那个，一直没有点。好吃。没有吃过。这个很好吃，哦，我知道是这个，因为我每次坐在那，就是坐在舞蹈教室旁边的时候，沙发上就是那个有个桌子嘛，每次都会有人有吃剩下的，我就坐在那里，那个味道很香，我心想我下次一定要点这个，然后下次就不会点这个，因为我饿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吃肉，我只想吃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鸡，嗯，抽卡了，抽什么卡呀？白兔的五杯奶，不知道哪儿奇怪。当时也没休息好。是什么卡？主要是我总不能就光原来达美乐的烤翅这么好吃。他们的烤翅很好吃。我的绝美照片。那个。到时候我就得拿我自己。我还有照片没有发呢。不是，我是太好了，我今天一下子发了三天的自拍，是不是很厉害？你看姚七送的图，送的那个。本来想这个照片应该分三次发的，结果没想到我一天就发了。我忘了切 WiFi。我的内存就是这么消失的，但是不怕，我还是会有内存的。三二七还是三二一？不对，那不叫内存啊，三二七。连错 WiFi 了，我说怎么了？不叫内存，这个叫存货。你干什么？自己玩呗。张西后面就是。左边的第二个，我的妈呀！我感觉我还没想到，就是拉杯奶茶，然后直接摔地上了。真的，三秒钟结束所有战斗。我好想拉那个绳子。我本来说实话，我彩排的时候，就是我一直以为这个躲避球可能会很痛，因为我想象了一下被砸到的那瞬间，我觉得应该是蛮沉重的打击的。结果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给我最沉重一击的，居然是来自拔河的时候被在地上拖行的那两秒钟。哎，等会儿。你看起来很好吃，我的手杯奶茶。有一天我也能。跟大家示范这个手套居然是什么，所以这么用。其实我不是说我是。嗯。你要先把它分开吗？找金刚赛玩。啊，我今天竟然这么早就把我的隐形眼镜给摘掉了，因为突然感觉到一阵酸痛，我就赶快给摘了。然后第二步。这样吧，我以为大家都会到处窜，没想到基本上都。明天说什么发型啊？其实我现在先把这个拆了吧，没声音啊。虽然只要走过去，但是感觉很多人。昨天卡了，现在都卡着了，头好痛。头发真的。对啊，为什么我的直播没有声音啊？跟在就是照片里都是两个颜色。谢谢暖心少女领导。还有什么？我记得当时。为啥呀？现在没有声音啊？就是第一轮的时候，就我们所有人第一轮。不是抢椅子，很多卡都在我的后面。因为抢椅子，我们都以为是玩儿，没有想到还给我们加积分。谁知道抢椅子竟然是加分的东西？早知道我就努力一点了，因为我和刘日贤都觉得早点回来坐着休息挺好的，我们俩压根就没努力。我们好吧，就算我早知道了，我可能也抢不过。我不太行抢椅子，我要想一个我适合的运动。王自信给撞飞了，我们三个人。你知道抢椅子的时候，水水在旁边说什么吗？嗯，他在我前面说。感觉他也很瘦，你抢的话我就亲你了。你当时太快了。有这好事儿呢？呈现的没有啊，我就看到。好多抢子。还好吧，我没有。一个背后竟然卡了这么多，他还戳我的头，所以很痛。戳我的脑袋。我在你面前你还完成。好痛好痛。然后还有跟抢火车票似的。还有什么？哦。
哦，就是他看小运动会的时候，嗯、我幻想的是就我们所有人在一起自拍，看一下，谢谢大众情人张海姐在啥，铁人三项。说只要发现场内有玩手机的，扣三个月的那个，然后我就，然后我就不是扣三个月，是停止三个月的口袋期限。哦哦、还有那个就是今天不是说那个泡妮的那个吗？然后坐旁边的是谁来着？是怀瑾吗？你说让我，然后我真的就没有哦，对，怀瑾说让我起来就是打一下招呼，我起不来，因为我腿上，我腿上全是陈建南的相机，我根本起不来，我也不敢起来，然后。我怕我一起来东西就唰、啊、掉一地。对，有很多人碰到手机，但我太乖了嘛，我真的没拿手机。谢谢李子，我也是真的，特别老实。谢谢大众之一的，这个好像有吃播那味儿了。冰凉蹭的，对呀。好痛啊！头发没了。我连张自拍都没有。我得先把它给撕开，因为大家没有那么多手套。不行，你知道吗？我想的就是去拆不掉。中途就是上了场之后，我在下场把手机拿回来，你知道吗？叶总他就在下场口守着，只要你一下场，你以为他看不见。我到时候一定会去搞头发了。真的特别吓人。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去接一次头发。虽然我知道接完之后头发会变少，但是没关系，因为我就没有说话。就少一次没有关系的，我就假装我的头发被削薄了吧。但是人家最近出差去了，所以我只能等到，等我回来上海吧，等他回来上海，也等我回来上海。而且你知道吗？接发并不是为了让头发变多啊，是为了让头发变长。感觉有没有就是那种电影里面的哇，真的有这种感觉。啊，这是灾难现场。我没想好去哪儿呢，我只是在想着说出去走走。什么？五号吗？之后？六号之后吧，因为六号去打疫苗。五号、六号跟姐姐约去那个长沙。网球中心办的。谢谢重新登记。或者回家，或者成都，或者长沙，是吗？可以啊。那快乐的白日。那我待会儿一会儿跟我妹妹说一声。我好痛痛痛痛。没有吸烟区。啊，但是你们去几天呢？我们那周没有公演。对，你先用小号送。多去几天。不公演。别在这不知道，看情况。看情况。哎呀，好玩多玩两天，不好玩早回来。聊别的。哦，好痛，解放了。而且最近说真的，最近这几天我感觉真的头发长得还挺快，好热啊，超热。谢谢张华锦妻妾之一的在场。今天播到几点？你们知道吗？妻妾之一。其实今天我的自我介绍本来是妻妾成群。Yep。很符合你啊。特别的悲凉又可笑。我如果实在学不会。我们要先把我学过的。酒精过敏难道不可笑吗？不可笑啊，我觉得实事求是啊。我可能就有一首歌上不了。就只有一首，只剩一首歌没学了，然后其他的也都还不太。我选一个久经不明的帅哥。我的酒品爆差，但是我爆爱喝。这几天学了七首歌了，还差一首歌没学。说出来你们可能难以置信，妻妾成群，我们印象没错的话，好像是久经爆差。没有一天闲下来过。真的过敏啊！就是会脸红。我要吃。你吃啊。空档直播间能看懂。我的。对呀，我记错了，我印象里面好像是金金帮我想的，当时我们就在想，这个起什么，这个什么自我介绍，好，我吃一个鸡肉再走。你走哪去？好累，好累，好累。关直播。我真的闲不下来，也可能是叉叉想的。是吧？我就去。这个是防烫的。我就去卸妆，然后敷一个面膜怎么样？今天给自己敷一个面膜好不好？我准了。然后我今天谢谢轮廓打折要钱不要货的皇冠。然后一倒头，哟，那想想明天梳什么头？今天我不是今天，就这次他给了我特别喜欢的那种蝴蝶结嘛，我都没有用，只用了那，就是而且放在了我的马尾下边，不是上面。这个是哪？那个三叉骨吗？什么都没做，那就是我要吃一口。嗯。哎，宝贝，主播卸妆，嗯。可能是疲惫而且我感觉我肩膀，我觉得卸妆很丑哎。你可以不化妆直播，但是不能卸，除非我什么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手套，所以只能先把肉给扒下来。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卸妆的时候，你的睫毛，就是你的睫毛膏，还有你的眼线，就会把我的眼睛这一圈变成黑色。没碰着猫，你真的是担心担心我。两口不让抱。我看起来就像失恋了一样，刚哭过那种。特别难过。哇，你这是辣的呀！特别夸张。香辣的。我到那儿的时候，就我开始洗脸，一点点辣你吃不了。不是很辣也，对我来说。放眼望过去，想看，喝的吗？那等我下次穿的好看一点吧。小辉啊，啊，喝的，看桌子上有一个那个酸奶。救命啊！我太久没有吃辣的了，我现在一点辣都吃不了。什么连发？我先挂了啊，拜拜。啊？不会吧，我这边只有一个。拜拜，等我后天再跟你们见吧，因为明天如果是会有结束之后，我可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直播，可能会太累。天哪，就是先热一个披萨，不是热一个小龙虾，热哪儿去了？拜拜，晚安。爱你。去挖虾去了。你先捂，我这不是我房间。那个面膜是消毒，其实并不能瘦脸，因为它里面说成分有什么。他在楼下不会吃完小龙虾就上去吗？给你去你的水肿，哎呀，稍微手。